你当兵家当了什么时候？几月？九月。这里才开始而已啊！啊，你不是要当十个月而已吗？十一个月。啊、很快啊！你如果也打算出国，你下部队以后要去买些英文单字从你来背，知道吗？你没去过，那个你费时间了、啊，半个钟头、二十分钟啊，非常薄凉。无聊，你操已经无聊，你就忘掉现在规则，真难话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讲真的，因为你说你拿个出国嘛，所以说你可以买那个适合的英文回来背啊，单字啊，句子啊。哎 ，safe， 叮咚。太彪了，
拜拜。就赢了。